少年由任客同陈力行监制，任客同林森执导。影片以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轻生者搜救队为主线，展现年轻人面对的冲突、挣扎、困境、彷徨、无助时的内心独白。依次公布的预告片只有2分33秒，片首是2019年反送中运动中金钟道上警民对峙的场面，现场烟幕四起，催泪弹、燃烧弹乱飞。按惯例，预告片应该交代公演日期，但是少年预告片只是打出香港不能公演的字句。少年除了获提名第58届台湾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和最佳剪辑奖外，还获提名金马影展2021内派克奖和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。